记者从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获悉，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五月二十二号下午十六时起，雅万高铁开始联调联试，这标志着雅万高铁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，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联调联试是为确保动车组列车安全平稳运行，在高速铁路开通前进行的严格试验检测和设备调整优化。 当天，试验列车由雅加达哈利姆站始发，途经卡拉旺瓦利尼站，到达万隆德卡罗尔站，对沿线轨道、供电、接触网、通信、信号、预警、监测等系统性能进行检测验证，使各系统和整体系统性能达到设计要求，满足开通运营需要。下一步，我们在联调联试完成之后，还要进行动态检测。 和动态试验工作，最终实现我们整条线安全、稳定、高质量的开通。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，全长一百四十二点三公里，最高运营时速三百五十公里，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。项目建成后，雅加达到万隆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个多小时缩短至四十分钟。 将大幅改善当地交通状况，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。